如果要揀 NBA 重启之后嘅 MVP， 呢位球员一定系热门之一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我系 Jordan， 欢迎大家嚟到 Huddle 呢个 channel。呢一集我想同大家倾下 Indiana Pacers 嘅前锋 T.J. Warren 同埋佢嘅无球走位。Let's check it out。自从 NBA 重启之后。T.J. Warren 的状态大爆发，前五场比赛平均射入 34.8 分，暂时领先所有球员，命中率高达 60.5%， 三分命中率都有 55.6%， 帮助 Pacers 取得四胜一负的成绩。他的得分手段丰富，可以快攻得分，这些这样的 fade away 亦都拦他不到。中投是他的拿手好戏，近几年他的外线能力也都进步了很多。不过最令我印象深刻是他的无球走位，值得大家学习。他会先观察对方的防守，然后通过无球走位找到得分机会。好像这球波 Ben Simmons 封死了他兜去外线的路，他就一个假身之后走后门，再接队友的传波得分。其实 Al Horford 呢次嘅防守抵闹噶，佢嘅协防太求其啦，唔怪得 Simmons 咁嬲啦。同样嘅 play， 同样嘅结果 ，Simmons 俾 Warren 走咗两次后门，仲系同样嘅 play。呢次 Simmons 改用 lock and trail 嘅方法紧贴 Warren， 兜出嚟接波之后，直接铲翻入去急停你个 floater。Simmons 真系冇晒佢符啊！不过 Warren 始终都系凡人，唔系神。来到第四场面对老东家 Phoenix Suns， Warren 受到对方的重点照顾，整体表现差了很多，连篮底简单的保篮都不入。最后 Pacers 在 NBA Restart 之后第一次输球。不过无论怎都好， Warren 在上年夏天被 Suns 放弃，交易来到 Pacers 之后反而更受重用，可以说是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。看完以上条片，不知道大家还对什么战术或者题材有兴趣呢？留言告诉我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请大家记得 subscribe， 还有按个钟仔。是这样先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刚才条片，不妨去 hardhardle.com 看看，那里有更多内容等你。